放进去看看。你的手不会痛吗？好，因为没有碰到那个，所以还好。好久没飞了。不。爆炸了！在了。爆掉了。哦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有没有？已经掉了。粉色的、紫色的声音。我掉了。哇，气球看哦，它本来变很小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出来之后呢，哦，就变大了。膨胀了，膨胀哦。不会痛，老师压压看。来压压看，好。我是会痛的。那你刚出来的时候压？哎，刚出来有点冰啊，你看，哎，怎么跟刚刚原来形状一样，有没有？好，哎，很好，这种现象叫什么？热胀冷缩。好，热胀冷缩。气体最明显哦，哦，气体最明显。固体会不会热胀冷缩？固体会不会？固体呀、啊，固体也很厉害哦。固体，不过它的现象没有像气体这么明显。固体在哪里会热胀冷缩嘞？我们看那个铁轨有没有？铁轨中间都有接缝哦。